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跑山的乐趣，并开始通过跑山的方式亲近自然，邀约几位好友，放空心情，缓解压力，享受畅快刺激的感觉。在上一季中，我们的 S 姐开着我身边这台第七代伊兰特，带着大家一起寻着千年古刹潭柘寺的足迹，一起寻找古刹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经典设计。这种风花雪月的事情确实是女生的专利，但对于我们血气方刚的老爷们来说，下面的展示才是 YYDS。刚才这波操作是不是已经让屏幕前的你血脉喷张了？没错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一些更加刺激你肾上腺素的内容，让第七代伊兰特带你飞。关于带飞路线的确定可以说是精挑细选，最终我们选定了大名鼎鼎的范奇路。作为北京跑山圣地，此地一直是车手骑手的进阶乐园。这条怀柔的县域旅游公路全长47公里，弯道近百个，大部分是发卡弯，所以征服它之后的成就感可想而知。今天我就准备开着身边这台第七代伊兰特挑战一下它。我们此次行程一共47公里，路程看似不长，但弯道近百个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发卡弯。在这里真的可以体验到歌中所说的这里的山路18弯。连环的弯道对司机的驾驶技术是一个大的考验，同时对车的动力操控底盘也充满了严峻的考验。哥们儿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就像第七代伊兰特采用了现代汽车最新的感性运动设计理念，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了参数动力学设计表现形式。有了第三代技术平台 IGMP 的加持，第七代伊兰特的车身比例更宽、更长也更低。这种运动型的四门轿跑的外观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，也让人过目不忘。范奇路不愧是跑山者的福利帖，今天一路驶来，山路过程中连续的发卡弯随时向我们发难，同时在中后段加速依旧能够感受到源源不断的加速力。当我轻点油门到2000转时，就能输出游刃有余的动力，切换到运动模式，它的油门响应更加积极，给人一种一骑绝尘的快感。在城市里表现是尽职尽责就可以了，可是没想到这还是一个全科生。如果你想要去跑山，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，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享受跑山的乐趣。第二点就是要检查车况，尤其是汽车的轮胎，因为轮胎是我们整个车辆性能的基础，所以在出发前一定要对轮胎，尤其是看你是否有外伤。行程的后半段让我体验了自在慢生活的感受，我想这也是更多每天穿梭在城市雨林中的大家所向往的生活。这个世界不只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积极的生活态度能让我们始终保持一颗年轻的心，就像伊兰特，他以积极的独有的方式保持创新，个性永驻。他能装得下你的野心，也能容得下你的灵魂，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，绝对能给你带来锋芒体验。